这款蛋糕研发的动机是因为孝心。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蛋白蛋糕呢？它是只有用蛋白跟面粉制作出来的蛋白蛋糕，不加蛋黄跟奶油，低脂低热量。在西北市有一位面包师傅，他是为了要做给喜盛的母亲食用，这也意外打开了蛋白蛋糕的知名度。我觉得还蛮松软的，对，然后吃起来就有一点点 Q， 口感很绵密，对，很扎实，吃起来很有饱足感，撕起来弹性十足，一口咬下绵密软 Q， 外形看起来不太起眼的纯蛋白海绵蛋糕是最近两三年的热门宅配商品。老板张凯渊得早上4点上工才能应付每天上百张的宅配订单。滴进面粉和清水沙拉油一起搅和，张凯渊全手工两三下就 OK， 等到面糊变成流动的白色绢丝瀑布就要见好就收。这一批要做的是蓝莓口味，大概就是均匀这样就可以，它会流着这样，这样会流动，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太稠会有筋度，这个蛋糕做起来就发不大，因为它是靠它那个蛋白的本身的天然的发酵这样子做。接下来把蛋白倒进搅拌机，加入酸粉，达到让蛋白白泡泡又咪咪，像是奶油慕斯般的蓬松细致。再把发泡的蛋白和刚刚打好的面糊一起搅和合体，倒入蛋糕模子，就可以送进烤箱等待出炉。比较，Q， 对对对，因为就像我们煎蛋嘛，如果只吃蛋白的话，刚刚它 Q Q 那样，大概就是那种感觉啊，尤其是它冰过会更好吃。蛋白蛋糕完全用蛋白制作，一颗蛋黄都没有，原味口味，色泽洁白，就像是纯洁天使，又有人叫它是天使蛋糕，因为完全不使用任何奶油装饰，低脂低热量，胆固醇零，比一般的蛋糕健康养生，在美国很受欢迎。不过也因为都是蛋白，容易凝固干涩，要做得好吃得考验师傅的功力。蛋糕要好吃就是要不用配茶也都很好吃，就一次就可以吞得下，不要卡在喉咙那种最痛苦的，所以我就一直在修正修正修，到最后就是越每天做，一直在那边丢。对啊，有时候很开心的，有一次是接到一个30颗蛋糕而已，很开心哦。但是大概做了快要90颗蛋糕丢掉。张凯渊当初瞎搅和了将近一年，才抓到蛋白、沙拉油和水搅和的完美比例，蛋白蛋糕才有如今的细致滑顺。事实上，张凯渊原本是面包师傅，10年前遇上景气寒冬，加上大卖场的廉价面包竞争，张凯渊一天的营业额不到500元，连店租都不够，为了生活办现金卡借钱度日，最后欠了200万元，就是卡奴了。然后因为那时候做什么赔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就是想，我妈妈就说啊，不然因为已经做到完全都没有钱了，我妈妈还说啊，不然这样子，我给你一点钱，你帮我去买材料，因为我要送礼。然后我们就想说好啊，要不然买什么，就他说要不然做那个蛋白的蛋糕，因为他们喜盛的话不能吃对高油脂的产品，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啊，那就做一些。然后其实我妈妈是暗地是说想说借由这个让我有信心一点之后去继续做。那时张凯渊的母亲因为肾衰竭，每2天喜盛一次，老人家爱吃蛋糕甜食，又怕身体负担太重，张凯渊于是制作了清爽的蛋白蛋糕让母亲解馋。因为是妈妈要吃的，张凯渊做的比别人用心投入，就这样逐渐打出了名号。蛋白呢，其实它有一个臭臭鼻啊，但是我们臭臭鼻，所以我们就变成一定要做水果口味的，来去压制那个腥味。因为口感腥味不好处理，加上蛋白成本比较高，也不符合台湾人对蛋糕的花俏要求，市面上的生产者不多，他和老婆商量，干脆把面包店收起来，专攻蛋白蛋糕接宅配订单。刚起步时每天做10个蛋糕，到市区办公大楼做试吃推广，没想到一开始就碰到 SARS 来搅局。有时张凯渊得忍受冷嘲热讽， OK， 边吃边咸，边咸边吃也得忍耐。最扯的一次就是可能是不知道是蛋糕，可能他不喜欢吧。然后就两个人在对话，就会觉得说，一个讲说，啊不好吃就不要吃啊。然后另外一个就说，那也太浪费啦，就给狗吃好了。然后另外一个就讲说，哦，狗吃了，啊万一拉肚子怎么办？那狗没有健保卡。还好母亲和太太的鼓励支持，让张凯渊咬牙硬撑，终于熬过难关。现在每天要卖200个蛋糕，假日超过300个，存款数字也由负转正。
便宜了，要说的那么白吗？要说那么白吗？大概年营业额在400多了。400多。对。讲太多，等一下压力很大。蛋糕包装完，午饭还来不及吃，张凯渊和太太就立刻出发送货。有时候会 delay 到，对啊，有时候很赶，赶到心脏病都快，心脏快负荷不了。对啊，因为他等下再打一通电话催一下，我又不是我愿意的，塞车。桃园以北，他坚持亲自送货，除了可以直接面对客人，听听意见，最主要的是要确保客人都可以在当天吃到他的新鲜蛋糕。8寸一个，只卖140，短袜摸椅，是上班族最爱的下午茶点心。你好，吴小姐吗？对，我是你订的蛋糕。是。啊，这口味有柠檬两个，蓝莓两个，草莓两个，水蜜桃两个，黑糖两个，一共是10个。好 ，OK， 谢谢。谢谢。啊，这都当天早上制作的。草莓来一个。这里是柠檬，是这个。靠着口碑网络相传，张凯渊光卖别人不做的蛋糕，人生由负转正。虽然母亲已经在3年前离开，但是留下的启发让张凯渊受用无穷。做人家不做的，我们才有生存的空间。吃下一口柔嫩滑顺，这是张凯渊最难忘、最深刻的妈妈滋味。